韩国女子天团 BLACKPINK 与 Solid Gomez 合作的新歌 S 酷人海报正式发布，粉丝主题甜度满分。 Jennie 这次的海报造型真的很梦幻美少女，解锁独角兽粉发，俏皮双马尾，一件修身的编织针织裙，下摆处的彩虹色段从颜色上凸显层次美感，智秀真的好温柔，会有一种岁月静好的美。一件彩色拼接针织衫搭配高腰半身短裙，裙子采用两层叠加里衬黑色打底，外叠加一层彩色渔网裙摆，长短不一，凸显造型感。又酷又辣又甜的 Lisa 俏皮感爆棚，抹胸小背心加单侧长袖披肩套的款式十分个性出挑，下搭黑色网格半身裙，甜美又可爱。 Rose 女士还是一如既往的贵气优雅，名媛范儿十足，暖橘色的格纹短款衬衫内搭白色抹胸，下搭同系列短裙，褶皱收边设计凸显不规则层次美感。赛琳娜身穿白底红条纹的露脐小背心，下搭同款短装，尽显清爽氛围。喜欢就订阅呗。